近日，杨千嬅出席某奢华品牌的时尚首饰会展，在展览上，杨千嬅佩戴了某意大利首饰品牌的最新项链出席，彰显雍容华贵的奢华气派。除此之外，影星刘璇及谭卓、模特王敏、李峰以及周丹妮均出席了这次会展。大会还请到了6位著名模特参与走秀，可谓美女云集。难得在北京停留，千嬅最中意涮羊肉。她也透露，活动前有请同事一起去吃。不过，杨千嬅透露自己最近在减肥，为7月30日的广州演唱会做准备，希望能修回香港演唱会时的身形。我非常喜欢在北京，怎么说啊？那个羊肉，涮羊肉，对，对啊，就是吃那个。昨天就是做完那个答谢会以后，就跟我请我公司所有同事去吃饭。因为他们很照顾我，所以我们一般人就是去了那个吃火锅，对啊。那有没有想说带一些北京的特产啊什么带回家跟老公一起分享？你这么喜欢吃这些东西啊？我带很多了，我上次买了3只盐水鸭回去了，所以我过海关的时候，他们看着我的眼光是好奇怪的，好像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的样子一样。好夸张。在北京有没有哪些小吃是比较？北京有些不能够带，我很想带，就是那个烤鸭，但是他们好像不能够带。自从主演女权之后，刘璇最近正在洽谈一套中日韩合作的电影，武打主题，角色为女特务。问及选美人如何保持身材时，刘璇表示自己是运动员出身，所以会一直保持做运动。而且刘璇强调，运动的美是其他方式所不能及的。保养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身心要很健康，然后心态要非常好。然后我平时其实涂抹的东西是反而是比较少，我是基本上靠运动啊。然后因为以前自己也是运动员嘛，所以就觉得运动出来的那种感觉会跟，当然要两者结合了，当然但是要身心很健康的话一定要靠运动。